今天各位所看到的都是我们的一级主管，因为他们的热情，他们的热心，所以我们愿意来到了所谓的最前线的地方。所有的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都会害怕的时候，在社区的民众他不害怕吗？我们的心能安当地民众的心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！不要只是看到我们说，哎，这个医院里面我们确诊的个案的一个 X 光有进步这样而已啊！我们要看到的是社区整个一个安定，先前安定的 X 光啊，这个是需要走出去我们才能够去做得到的。今天不管你是阴性、阳性，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在家自主健康管理，就是挺医护，那可以吗？真的都是很感恩呐、医疗事业那一种友情呐、守护生命、守护爱。的确是名副其实，皆有情。每一位守护的病患，都是不怕辛苦，而且呢，面对了这一波呢感染的病毒很高，那就是大医王啊。皆有情啊，他们要守护着，还要呢教育着啊，步步呢都是很艰辛，却也是呢不畏惧，这实在是用身体力行啊守护生命，也是用行动呢来教育众生，大灾教育呀、趁着这个时候，医护呢是一个很挑起大责任的人间菩萨，一方面要守护生命，一方面呢也应该要有惠命的延续。身体力行，真的看大家呢这种励志啦、为医王啦、他们还要守护生命的发挥的大爱，好神圣哦！这也要说是呢生命中的真的伟大的精神啊，真在佛法来说叫做功德。功就是把自己呢再一波的用生命用意识去观世间种种的生态，形形色色这生态去分析，疫情是看不到也是摸不着，它的产生啊，一定有它的看不到、摸不着的，有它的永恒的道理存在。这就是呢，以天地自然俱来，也是以生命。众生所有生命呢都同在，只是呢我们平时啊相安无事啊，这种相安无事呢就是没有违反道，所以它会很在自然法则的循环中呢相安无事。一旦呢有了逆向，或者是呢维系的不调，它就会有了毛病出现，就如一部
很巨大的机器，只要有沙尘卡住了，再大的巨型的机器都会出了毛病。同样的道理，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那很微细的那样的进度，一旦呢挑动它，它一旦动起来，人呐、啊、的生活生命间呐、啊，那就会启动呐、啊、不调。所以常常都说，生命只在呼吸间。我们的呼吸啦、啊，平常都不知觉，因为呢呼吸顺畅，都不觉得自己呢是靠着呼吸在生活，都不觉得呢我们在这样的大环境自然法则中吸收了很多的恩惠，都是呢很顺很顺，所以都不吃呢都是因为很调和很顺畅。就如我们天天吃饭，那时时秒秒在消化中，一两个钟头以后就觉得东西拿到面前来，它的食欲感又起，还是呢没有吃饱的无底洞啊。这就是人，人啊一生当中不吃呢消耗了多少，吞食了量又有多少，其实多少量啊来得不易，我们还是呢以为理所当然。就如呼吸一样的，平常能让这样的干净的环境啊，让我们呢还可以呢没有感觉的天天这在顺的呼吸中活着，都忘掉了感恩。一旦呢有了呼吸不顺调，一旦呢有病发生，那就是呢感觉很惶恐。这一波的疫情就是如此哈、哦。那原来呢，佛陀时代了就开始在警告着，叫做疫情，就是瘟疫。看不到摸不着，所以现在我一直在烧大灾教义，提醒警告期待我们这一波好好啊乖乖接受教育啊。是看到了，一旦啊有病，也许不只是身体的不调，在身脑心脑呢它也会不自觉的，它也会迷失掉。这都是现在的人呢、啊、都说心理不调和，身心有病。是啊，这是一般凡夫啦，人人都具有的身心有病啊，只是呢在病发作的生态不一样。所以这一波的疫情，那就是在更极端在警告的。所以期待我们大家呢还是要警惕啊，而且呢
了解的人有医疗常识呢，不只是能看病，还要护病，还要呢从病作为教义来施教，所以叫做大哉教义呀、啊。道理很深，但是呢，无不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分秒分寸中啊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彼此之间呐、啊，守护生命，要发挥大爱，生命要守护的平安。最简单的，也是呢，很自然的，就是爱，很自然的爱呀、啊。我们呢，要人人发挥有心的大爱。